现场主持人，不是我问你，你们为什么你们一过来怎么我做你整个银川电脑城，怎么有一家帮我修的呢？为什么呢？人家不修的，你整个银川的电脑城几百家商户没有一家帮我修的，是不是？不帮你修不是很正常吗？你告为什么帮我修？人家不修这东西，不修你为什么不给我修呢？我操，人家不修，是不是你这上面配合的监控牌，我让他们帮着给修走后面呢？那干什么呢？是吧？你们在能不能告诉我干什么？你们是不是的？是不是配合公安？是不是公安国保配合监控派？我跟你说一遍，后面对我进行监控派，不让给我修。我不出去怎么了？现在请你出去。我不出去，不出去是吧？啊，我不出去你怎么告？没事，我来掀你车子。我不走啊！我不出去你怎么着？车子行不行？我不出去怎么了？我不出去怎么了？我不出去怎么了？我来掀你车子。不，今天我敢掀你车子，今天我还敢。不，我怎么了？我来掀你车子。哎，你就掀我看你怎么掀我车。走，看我来掀我的。你看我来掀。看，你不是叫生意吗？是不是？对啊，你不是叫生意吗？我叫什么跟你无关。你不叫生意吗？我不走啊。我掀你。你怎么着？没事啊，我来掀你车子。你怎么着？我来掀你车子，为什么不敢？哎，我看你怎么掀我车的，我看看你。我看你怎么像我车子。啊，你告诉我，在那边呢，我跟你看不看你怎么像我车子。我看你咋像我车子，我给你带过去。你不知道，我看你是带着过去，我看你怎么像我车。我看你怎么像我车子。我看你怎么像我车子。我看你怎么像我车子。来，我看你怎么像我车子。我看你怎么像我车子。你像吗？你车子呢？我车不在这，在那边呢。我在那边，你过去像。你像你车咋了？你就跟着过去。那就赶快把你车子把你给打了！来，你赶快把你人打了！来，给我走！我要打你！来，你给我到那边去，先把我打了！自己撞！你娘的！自己打！上次我这车是你撞的，是不是的？是不是上次撞？是不是上次撞？是不？我就说是不是上次撞车的？那是你撞的！是不是上次撞人？那是你撞的！是不是？你把我上次撞的，是不是你撞的？上车那辆车子是你告的，你看到我了？哎，我说我上车了，你告车子吗？你看到我没啊？你上次在那边告的啥？我看到没？我报警了，找人，你这是？到那边去，去，去了吗？你什么东西？你什么东西啊？我就是那个，你怎么了？谁敢打了我？好了，你敢打人就你，你敢打我试试？你敢打我试试？你给我走，来，冲人过一拳！你敢冲人过一拳？来，我看交警就是你爷，你给我冲人打我一拳！来，交警你是你爷，我看你敢冲人过一拳！来，交警你是你爷，你敢冲人过一拳？来，你敢给我冲人一拳？看你进不进不进去？来，你走！交警你是你爷，看你敢不敢冲人过一拳？交警你是我爷，是你爷！哦，我是你爷，我是你爷！我是你爷！哦，原来你什么东西？你生病？是你妈了个逼！我生你妈！你妈了个逼！你什么兄弟啊？你这个东西已经老掉了，是不是？别骂！你妈了个逼！你什么东西？跟你讲过了啊。